Listen up. Hey, Benhui, 我们的听力的部分, I want you to create, okay, a listening quiz, 就是一个听力考试。 然后这里有这边五题，对不对？ 这五题部分完全参考，可以我要告诉你们，所以每一题你们要很仔细的去听，因为课上带领你们。 OK，听力的部分， 每一题20分， 好，每一题20分， 只要做一个字母， 20分， 拜拜， 20分就拜拜了。 OK，好， So Chris， 一到五题的部分， 第一题我说什么， 你们就写。然后你觉得在这把上面拿走？好，请说。前面这个。你觉得你会看得到吗？看不到啊。你看得到，不然，比如，你觉得你会看到对？好，很棒，至少你有诚实。海带就来。我是第一个要写上面有字。没有没有，听我讲。 第一题，我念的，请你第一题的部分，请你写出大写。小写就行。对对对对，请你写大写。我念的，把它写下来。认真听哦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是说大写。如果我要考小写，我会讲小写。那如果我要考大小写，我会不会跟你说？指定动作。Number one， 我要你们写大写。A，B，C。 Number one, capital A, two, capital C. 我要你们写大写的 A, B, C. Yeah, 大写的 A, B, C. 对。写完了吗？写完了吗？对。写在线上。尽量写在线上。OK，如果有学生没有关系 ，Frank 写的就算了，没关系。 Number two， 认真了。 Number two， 大写的 D E F， go。 大写的 D E F。 D E F。 Yeah。 应该很简单。 Number three， 好了吗？第三题。请你写。 小写的 A B C go， 第四题，请你写出 lowercase from D to F， 小写的 D E F go。 请写 A 到 F 大写小写，我们刚刚做练习 A B C， 先写大写再写小写，不是吗？第五题是 A 到 F 的大写小写，听懂吗 ？A 到 F A 到 F 大写小写，我们刚刚做练习嘛，加油！加分题，加，你需要帮我写一个。 第五题底下应该有空格吧？有空格的地方帮我写一个六。加分题的部分，我们称它为 bonus。这里的 bonus 部分，第一个，你可以选择不用写。老师，我觉得我应该考100，我不想写 ，OK。那第二个，你可以选择写下来这一题加10分。所以如果你对，那就是110分，听懂吗？那在这一块的部分，就是要听我讲。 因为我只考一个字母，不然都是120，最多100页，加油哦，认真听哦。好的。
OK， 好，第六点部分会说，譬如会说 ，dog dog I like dog， 你听到那个 dog 第一个字是什么？第一个的。我们就写第一个，那是示范。你刚听到那个 dog right 小狗吗？要写小狗的那个 D 的大写跟小写，这样就好，就这么简单。好，有没有简单？没有。那如果换一个方式 ，Cindy Frank， what if I say， number six， elephant， elephant， I like elephant， 你们要写什么？一大写。啊，可以。就这样可以，好不好？就这样可以，好不好？可以吧？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吧？来，准备好了吗？Are you guys ready? 准备好了吗？ Number six. Fish, fish, I like fish. Fish, fish, I like fish. 结束。写完交上来，然后我们执行游戏。